Amazing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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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以及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湖南卫视2013由京都念慈庵冠名播出的全民创意舞蹈街机秀《起舞飞扬》的现场，我是主持人老陈，老陈的 K K。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四位大咖级的评审，他们是著名舞蹈家培艺艺术基金创始人沈培艺老师，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知名舞蹈大赛专业评审许文彪老师，来自宝岛台湾的拉丁舞天后刘真。影视歌主全能艺人叶一茜，来，就掌声欢迎诸位。一茜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到湖南卫视这个起舞飞扬的舞台上，应该是回到娘家的感觉。非常好，今天来到这里呢，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机会。好的，希望今天在起舞飞扬之旅的给你带来美好的印象。接下来起舞马上要飞扬了，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第一组选手。Amazing Day。我叫张锦熙，一看就知道我是本宿舍最爱干净的了。这个叫做高宇，他可是从来不洗袜子的。谁不洗袜子啊？你说我不洗袜子，那他呢？他叫钟情，天天吃泡面。说我吃泡面，那他呢？他叫刘强，是我们寝室最能玩游戏的。说我玩游戏，他们两个呢，天天就知道臭美。又我们是广州一校最性感男生寝室团。我感觉我看许文彪老师比较亲切，因为你没有发现吗？他每一期会换一件衣服，每一期穿得很帅。我觉得他和我们应该是一类的吧，我们是臭美男生，他是臭美男人，应该会给我们高分。我觉得刘真老师应该也会给我们高分，因为我们这个舞蹈里面有一些拉丁的元素，然后他本身又是拉丁舞后。来，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最终该 out 到谁。是奥特曼，大冬天惊喜。Amazing Dance。喂。喂，你们还没起啊？我马上就到哦。收音机，那里面哼哼唧唧都是无聊的歌曲，赶快换成电视机正播放 MV， 却发现自己成了吸尘器。快，我要赶快离开，我要 beautiful high， 我要自由自在。从现在开始，这是你的世界。I love you. 我们 get down
我不来了。谢谢大家好，我们是广州艺校最帅男生寝室团。越来越像我了，果然是每一天出门都要跟别人说我老帅老帅。最帅寝室团谁给你们起的名字？自己自封的，对不对？沈老师应该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舞蹈的表现。特别喜欢，很阳光。哎，对，从头至尾那种充满活力、青春活力、朝气那种少儿郎的感觉，太生动了。我让我想起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男生都是那个袜子，那都是啪甩在门上，都可以站在门上贴着，然后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落地的，那都是，就是。所以我看见他们，我觉得，而且他们好在他们特别的稳，稳得住，沉得住气。你开始的那个地方，他们把那个懒字，一个懒字就把文章做足了，来突出他们后面的殷勤。就是女同学要来了，他们那种殷勤着急忙慌要把自己收拾打扮，就这种对比他们抓得很好。唯一不好的啊，三个男孩子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不要一站起来一落地就开始舞蹈了，表演要有层次，从睡眼惺忪到逐渐清醒快乐。总体来讲这个节目我很喜欢。谢老师，我特别要夸一下，刚刚有一个男生跳女步反串的，戴假发的，对，袜子最臭那个，他女生的步伐跳得特别好，对，那个拉丁舞该有的臀部动作那些，而且我觉得挺好玩的，是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那一小段其实有画龙点睛的效果。男生是等待着那个女生的出现，可最后结尾是那个女生没出现。如果那个女生，对呀，我特别感兴趣这一点，真的。如果那个女孩子她最后是来了，我特别想知道这个舞蹈表演接下来怎么进行，咱们是不是让刘真老师配合一下？可以吗，刘真？哎呦，我从来没进过男生宿舍，我第一次进男生宿舍，试试看。我现在很关心我们哪一期节目会有女生宿舍的节目，咱们俩进去。对，好，我很期待。我真的特别羡慕他们，就是看到这个场景真的让我瞬间回到了大学时期。刚才有一个反串的一个角色，可以把那个点放大，可以让那个人接着演那个女孩，你们可以试着你们每个人见到那个女孩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刚才刘真老师跟他们互动那段，我觉得那个趣味性更强。今天他们都很收敛，因为今天现场有很多的观众看到他们，平常他们不好意思是吗？可撒欢了。我觉得重点是你在，我影响了他们，是不是？对，因为你太帅了。就想听到这句话吗？我跟亮哥比还差了一点。那是，确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四个小帅哥的打分时刻。这样能够充分反映校园生活的作品，我特别希望《起舞飞扬》能够更多一点。我给你们的分数是90分。刚才的作品骑的不够，舞的不够，洋溢的更不够，继续加油。80分。你们把你们的生活融入了舞蹈，所以我还是很喜欢你们今天的表演。我给的分数是90分。我也是非常喜欢你们的创意，所以我给的分数是85分。 OK， 接下来要看看你们的运气，一起进入 out 特区，看看他们在 out 特区到底 out 掉的是哪一位评审呢？
我就说嘛，你看，就是我有点就是难受啊。你难受什么呀？没事，还有亮哥照顾他呢。我怎么感觉我像今天要被淘汰的感觉？我是选手，求你们不要 out 我，你知道吗？我在我眼中，男生跳舞的男生是最有魅力的，所以我希望呢，你们因为你们还小嘛，我觉得将来你们在舞台上一定会更加会跳得更好，会吸引到更多的女生。我期待你们更精彩的表演。谢谢。好了，我们第一组选手他们拿到了260分的好成绩，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威武冠军吧。等待着后面的选手对你们挑战，小伙子们加油啦！带着我们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来到湖南卫视奇舞飞扬这个舞台上。我们这个朋友呢，他脾气啊好得不得了，简直就是一个耙耳朵。但是呀，他在装扮上来，哎，要求真的是太高了。比如说我们平时装扮，也就需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嗯。他的装扮却需要10几20天的时间。哎哎，那他跳的好不好呢？那就要。看了才晓得。今天啊，我们就是改变大家观念的，大家休息。神仙奥特曼，大公主降下。棒啊！
这样好不好？先自我介绍一下，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自四川资中县木偶剧团。我们团呢也是我们全国现在唯一的一个县级的木偶剧团了，而且也是在2007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四川省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是我们传统的帐头木偶，就是前面的这个木偶，它是属于软体木偶。嗯。还有就是刚刚我弹的那个啊，我们拟人化的那个，就是说它是其实就是我们提线木偶的一种。刚才是三种形式叠加在一起的表现，对对对吧？但是我更喜欢刚才最前面的那种方式，就是人牵人的木偶的表演方式。总体让我觉得哈，就杂乱无章。开始本来还觉得挺好，大家都觉得哎，这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展现木偶乃至操纵木偶的人的人生。但是接着也就一个八拍两个八拍就变了，就没了，没了，然后就出现小木偶出来了啊，然后再接着就是那个舞红绸的木偶出来了，然后再接着你又出来了，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理由。其次我认为中间的拿麦克的妹妹，我觉得你的表演有问题。首先第一个转身过来应该是无比悠远的眼神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进入到你们想为我们讲述的那个久远的故事。你的眼神没有给我带来这个，这是我觉得是特别可惜。但是你们把古典的这种审美，就是这个木偶啊，用了你们的巧思妙舞把这一切翻新了，这个想法很好，希望你们加油。嗯，谢谢，谢谢老师。这个很重，可能5斤左右。哎，我们可以上来试一下吗？可以啊，可以吗？我们可以上来玩。可以啊，可以啊，我们想体验一下，实在是太好奇了。是不是必须要两看这个？欢迎沈老师。其实我真的想玩玩。像套子吗？大家注意，几位老师在下面一直不停的舞蹈。谢谢谢谢。哇、oh, yeah. 啊，这个太难了，好难呀、啊，很重啊，不容易耶。谢谢谢谢，所以说就干一行、啊、他们很有力量，都有一行的门道在里边，对对对对，太不容易了。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辛苦了。四位老师刚才有体验过，感觉怎么样？胳膊很酸，我就这现在我都已经酸了。嗯，这样好不好？我知道你们一直是在创新，一直希望能够把舞蹈还有新的元素加在里面。听说来之前还排了一段比较，对，我们排了一段现在比较流行的舞蹈。穿越的感觉特别有意思。这个节目其实是我们八个兄弟姐妹啊，我们自己编排的。我们2008年进入木偶剧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木偶剧团已经老师们都年纪都有些大了，然后教我们的都是非常传统的一些木偶。然后每次我们就在想，为什么我们木偶演员这一辈子就只能够待在一个黑幕下，然后看的都只有是木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说，我们要不自己编排一个节目试一下，看能不能木偶和人同台的一个表演。然后我们就编排了这个节目。
然后我们2010年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节目参加了，也是在湖南当时举办的第三届漠拼戏中青年记忆大赛。当时评奖的时候，就老前辈就分了两派来评，一派说这个节目，虽然说我们演员演的可能不是很到位，但是它有创新，我们要鼓励年轻人去创新。对。然后有一派的老前辈就说，木偶它就是传统的，就是太过创新了，可能不太好。然后在我们2012年的时候，我们经过我们的一段改编以后，我们当时参加了第21届的国际漠拼戏大赛，我们就这个节目就获得了银奖。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我们想告诉大家，木偶是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都可以看的。我们让更多的人来认识木偶艺术，来认识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它在发展，它在创新，希望更多的来了解它，更多的人来喜欢它，了解我们中国的我们自己的艺术。谢谢，希望有更多的人跟随着你们，成为你们，把木偶舞蹈发扬光大。嗯，加油。谢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他们的打分时刻。我们在对你们的评价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在否定你们的一切，只是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我们的认识给你们更好的一些建议，使你们在将来能够呈现更多样的更成功的作品，给大家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更好的艺术价值。反正是我是抱有这样的期望，恭喜你们啊！谢谢，谢谢老师。许文彪老师绝对很高分，尤其后面又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要不就90，要不就95。85分，谢谢。我刚听到妹妹说的这个故事，我特别的感动。但是有一点，我想跟你说，你们并不孤独。我可以告诉、透露给你们一个消息，在这个湖南卫视的平台，中央戏剧学院很快还要成立一个系，叫木偶剧系，所以你们真的不孤单。但是基于刚才的这个作品呢，我觉得还是就是段落之间太不讲究了，所以我给你们的分数是85分。八叔，耶！好的，谢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木偶表演，然后我觉得敦煌木偶很美，我相信它有一定的难度，刚刚我们四位老师也都上去玩了，那我还是要给你们一些鼓励，我今天的分数是个位数是0，个位数90分。谢谢，谢谢刘真老师。我觉得这个舞蹈给我看得非常的就是有惊奇的感觉，就像我们起舞飞扬这个主题一样，非常的奇特，所以我给的分数是个位数是0，个位数是90分。哇 ！OK，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在 out 特区到底会 out 掉哪一位评审呢？我们乱点的。那个不是有一个那个音乐吗？然后跟着音乐的节奏就按下去了。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木偶的表演，因为我们在台湾看到的木偶啊，人都是藏起来，就像沈老师讲，所以我其实非常喜欢你们的这个木偶本身的表演，太可惜了。没关系，他们还是拿到了260分。那么现在在威武冠军吧的选手也是260分，所以你们可以一起来进入威武冠军吧，等待后面选手对你们挑战，加油啦！好的，谢谢，谢谢评委老师，谢谢咱们的现场的观众，谢谢你们。是2011年世界钢管舞锦标赛中国赛区男子组冠军。我叫严少轩，来自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成名之前，我的收入非常高；成名以后，没有演出，收入非常低，在钢管舞这条路上走不下去了。
因为我找不到我应该是进还是退，所以说我来齐物飞扬，希望找到一个答案。我带了我6年的坚持来了。神是奥特曼，大丰收吉祥。花，那个花很重要，那个意境太美了。上次我在这里演个韩剧，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后悔没有早点认识撒花那位老师，要不然那个情景会更加的浪漫。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大家好，我叫严少轩，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学钢管舞多久了？学钢管舞有6年了。6年的时间，我知道少轩得了一个特别好的名次，就是在2011年获得过世界钢管舞锦标赛中国赛区冠军，还有一个是去年的世界8强。钢管舞好像大多数都是女生在跳，因为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一个来自美国的Natasha，看过她的表演吗？看过。你觉得你跟她的表演有什么不一样？最基本的区别是在于动作的连接性，要比她强一点。我觉得不仅此而已，最大区别在于文化感不同。一个忧郁的钢管舞者表演了有升腾感的舞蹈，这种升腾感是有文化寓意在里边的。
我个人认为我很喜欢，舞蹈和音乐性的融合特别的好，你在音乐的起伏当中完成你所有动作的连接，包括情绪化的转变。谢谢邱老师。我特别喜欢他上杆的动作，是有升腾的感觉是吧？那个好难吗？对，那个力量从上去慢慢慢慢绕绕上来，他提携着我们所有的人跟他一起升腾。对，就这种感觉真是，就是可能就是刚才台下说的有一种神圣感。我当时什么感觉，就好像有一种信仰在牵引着他在往上走。对，我现在唯一觉得不足就是你还不够打动我，还不够触碰到我的心灵。如果一个好的一个展现是不需要人特使劲的去赋予我们自己的想象的，你自己就会把你的所有的想象都扑面而来给我们，所以现在就是你这种感觉还不够表现力。哎哎呀，你说到这三个字我这刚写，你看你可明白了，这是他终于笑了。我刚才想说，对对对，他还有一张冷峻的脸，特别好，这个表情就这样。我自己最近也有练钢管舞，对，我知道那个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你在钢管上面待的时间很长，所以你的肌耐力必须要很好。那我觉得你刚刚的表演呢，比较可惜就是在音乐变快的那个瞬间，我觉得你在钢管上面的动作都应该要加速，应该要制造一个跟前面不一样的反差。所以我觉得比较可惜是中间那段快的音乐，你没有把那个激昂的感觉跳给我看。对，这次我排的这个舞蹈就是从我开始学习钢管舞一直到今天我的一个坎坷的历程。得了冠军应该是好事，可以说应该到了一个名利双收的时候，应该有更多的人找你去表演。对，但是实际生活中没有那样子，因为在之前嘛，没有得奖之前，就是平常演出啊会比较多，还有代课，就是酒吧上班是最主要的来源，辞掉了酒吧的工作，完了也偶尔去代课，但是实际收入的话比以前获奖更要少。我特别想鼓励你的是一点什么，刚才在你的舞蹈当中我真的看见了一个男人，一个爷们儿在凝聚自己潜在的力量，有待厚积薄发的那种感觉，这是我们一个男人需要的，我看见了，这非常好。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现在最大的理想就是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重新理解钢管舞，让更多的男性来练习钢管舞，因为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大概是100:1-100:2。我觉得从刚才大家的掌声当中，我觉得已经大家都认可你了。我希望你自己本身要有一个正能量的东西传递给大家，这样你的舞蹈才会充满了正能量，大家也会感觉到你的正能量。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我们快乐起来，一起来迎接你的打分时刻。我坦率地说，我以前对钢管舞有很大的偏颇，但是今天你的表演改变了我对钢管舞的认识。你刚才的表现恒定了一个生命向上的一个感觉，这是对我来说最有冲击力的，所以我给你90分。谢谢老师，坚持下去。好的，是的，少轩，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你现在有很好的展现的基础，不要放弃。剩下来我觉得你应该更为具体的去训练，比如芭蕾它的伸展，腿从八 C 怎么伸展出去的，它这之间的讲究，这个过程就是语言。想再次来吗？当然想。一定要来啊，一定要来。所以我给你的分数是90分。哦，太高了，下次我们把娜塔莎再约回来，你们两个人一块跳，可能会有更加新鲜的一个火花出来，让我们感觉到不一样的表演，好不好？我也很期待。少轩，我认为你所拥有的舞蹈技巧啊，你应该要更乐观更积极的去看待钢管舞这个事情，而且你的称号是中国钢管舞先生，哎，这是多么不容易得到的一个头衔。那我给你的分数是85。各位数是5分，85分。刚才看到后面我有点出神了，就是说明你到后面就是我觉得太单一了，所以我希望你接下来能够有所改进，然后我给的分数是90分。谢谢老师。
接下来要看一看少轩的运气如何，我们一起进入 out 特区，看看在 out 特区他到底 out 掉了哪一位评审呢？打击了我的梦想。不好意思，叶老师。其实有的时候，专业老师的建议固然重要，但是呢，其实有些舞蹈呢是跳给我们这一些不专业、看不太懂的人。特别是我现在都喜欢钢管舞了。对啊，然后他自己有开班呢，有时间可以去他那里学。KK 应该先去。对，钢管舞我会一点点的，其实。来一段儿。来一段儿。哦，拿一下，我去转一圈。好的。哎呀 ，KK 没有想到，有点晕呢，有点大海的感觉。OK， 告诉少轩，他拿到了265分的好成绩，所以恭喜他可以进入我们的威武冠军吧。谢谢大家，谢谢老师。我会一直做到这里，少轩加油！我叫邓文成，来自四川阿坝州，我是一名编舞老师。8年前，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大13岁的女人，她长长的黑发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时家里面还是反对我俩在一起，但是我俩坚持走到现在。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单独为你跳过舞，这支舞我为你而跳。心会跟爱一起走，永远不回头。神仙奥特曼，大分头进行。
欢迎文成，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大家好，我叫邓文成，来自四川阿坝州。谢谢。我们在 VCR 当中看到，你说自己认识一个比自己大13岁的女人。对，这次来这个舞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跳这支舞送给她看，二是来这个平台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准，让她过得以后一天比一天开心幸福。我虽然不了解你们的故事，但我很喜欢这段音乐。我觉得你之所以会选择这段音乐来配合这个舞蹈，我觉得你应该是在向大家诉说你和他之间的故事。是。我觉得挺感动，但是我就觉得中间有一段藏族的那个舞蹈和这个音乐有点不是很搭的感觉。我觉得那段恰恰相反是精华，紧打慢唱，它采用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编舞手段，不是所有的舞蹈一定要按照节奏来。在他沉浸在他跟他爱人之间那种甜美的过去，他有一种忘乎所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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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你要如果再加一点气息上的运用，扩充你这种空间的占领，恐怕会更好。所以我坦率说，我真被这个舞蹈打动了。刚才我说的是作品，但是你还需要学习你的肢体的表现力，自己在加强。 OK， 谢谢老师，继续努力。今年你多大了文成？26。26岁。所以你的妻子39岁，一定会觉得很诧异，这两个人怎么会能够在一起，生活的经历又是如何。大家一定特别想认识一下你眼中那个最美丽最爱的女人，我们一起把她掌声请下来好不好？好的。欢迎李丽萍。特别眷顾我的幸福的女人，我就是她传说中比她大的妻子。丽宾比文成大了13岁，其实18岁的时候你认识她的，对不对？对。2005年。对。我相信，因为我在18岁的时候也会喜欢比我大的女生，我觉得她们很神秘。可是你不一样，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当时怎么会接受文成对你的追求？但是我觉得爱情是没有年龄的，在他的身上有很多闪光点。他17岁的时候才开始学舞蹈，他的一个姐姐把他从大山里面带出来。练过舞蹈的人应该知道，一个舞蹈演员的软度和开度起码要10年的功底。但是他不想辜负姐姐，他一个月让自己的软度开度达到了专业的水准，可见他对舞蹈的热爱。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有毅力的男人，他对爱情应该也是很忠贞的，我愿意跟他在一起。05年是爱情的开始，后来经历了2008年的汶川地震。他在地震中，我在成都，他第一个想法是要到成都来找到我。然后他找到我以后，他说我不想再跟你分开了，我们在一起吧。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被查出得了乳腺癌，在我化疗头发掉光的时候，他向我求婚。我觉得老天太照顾我了，把这么好的男人派到我的身边来照顾我，我不能放弃他，我要珍惜他。那丽萍，现在你的身体情况怎么样？一般肿瘤是3年的高发期，5年的生存期，所以我还不到2年，他也特别关心我。每一次我吃药都是他给我的时候，他还会尝一下水温。水温刚好，你吃吧。我比较好奇是说，文成你教课的时候都会带着丽宾是不是？对对对，现在上班带着。他们团里面大多数是藏族男孩子啊，就很调皮，他就必须大嗓门的吼他们啊，你们必须这样这样。然后他回过头来对我说啊，妹妹再等一下啊，等一下完了我们就回去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最幸福了，很温柔的。我觉得他们太幸福了。两个人在一起8年的时间，旁边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新的女生，会不会有一些心动的感觉？
没有，没有。这八年以来，他从来没有过绯闻。有的时候我们走在路上，我们成都的美女很多嘛，我们也会讨论，哎，这个女的腿很长，人很漂亮，怎么怎么的啊。我说你喜欢那些街上漂亮的女孩子吗？但是他说，牵在我手里的才是最好的。真的，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感动。而且因为我生病了嘛，做过手术，我说你老婆已经不完美了，残缺了，你遗不遗憾？他说我有一个维纳斯。太棒了。今天一斌他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给自己的老公文成加油，希望能够在舞蹈的道路上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好不好？加油几句话已经完全表达不了你内心的狂热，可以来一段歌声吗？我们知道你唱得很好，然后跟他一起来配合一下。可以可以，简单的唱几句，希望老师能够支持他，支持我们这一家人。 好谢谢老师。加油。让我们延续这种快乐的时光，一起进入他们的打分时刻。你想传递更真挚的感情，更极致的感情，从身体的改造啊，到对音乐的理解和表现，应该更极致一些，所以我给你谢谢老师。你有了内心的感觉，这样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你接下来应该要多看一下，比如同样的动作，别的好演员是怎么处理的，这很重要，好吗？加油！谢谢了。我觉得丽君你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啊，我认识会跳舞的男生大概有几千个，但从来没有一个男生跳一支舞献给我。对，我跳。不要不要，别了别了。分数是80分。啊，谢谢。我真的是深深的被你们的这段爱情所感动，特别是希望丽宾身体能够康复，完成那个你未完成的心愿，所以我给你们的分数是。85分。好的，接下来就要看看文成他在 out 特区 out 掉的到底会是哪一位评审之前呢，先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儿见。奇遇飞镖现在继续，欢迎回来，这是湖南卫视2013全民创意舞蹈奇趣秀奇舞飞扬的现场。那么接下来就要看看文成到底 out 掉的会是哪一位评审呢？我是奥特曼。其他三位老师都是女生嘛，然后男生承受力比较强一点。果然好体贴啊。文成今天拿到了一个分数是250分。哎，你们别笑，我跟你讲啊，250分真是一个特别好的数字。250分，如果我们掉下顺序就变成520。520是什么意思？我爱你。我爱你。
哦，在爱情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是傻瓜，所以他们都是二百五。但是就是因为有这种二百五的精神，傻傻的去爱对方，把自己的全部送给对方，才能够得到真爱。祝福两位，希望丽斌的身体越来越好，好吗？祝你们一切顺利。谢谢。齐鲁飞扬永远欢迎你们。谢谢。祝福两位，谢谢。跳舞做事像飞镖一样快，我叫欧哈，我很帅，别逼我变形。我叫一哈，我肚子大大腰滋滋。我叫嘻哈，别人老是爱忘词，都由我来提醒。不是发霉的霉，是美女的美。我是队长，千万别开枪。三顿加油！神仙奥特曼，大灯火吉祥。机器人呀，你我很帅。大家好，我叫嘻哈，今年我5岁8个月了。别人老是爱忘词，都由我来提醒，所以我是队长，千万别开枪。这几个小孩子特别可爱，你们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呀？我长大想当飞行员。我想长大当跳舞家。你想当舞蹈家，对不对？你想当什么样的舞蹈家，跳什么样的舞呢？街舞。街舞的舞蹈家。你要上哈佛大学做一个有知识文化的人，再把舞跳好。
这样吧，来把这个头发这个拿下来，它怪热的。这是什么？台上那三个姐姐谁最漂亮？都漂亮。哦，你刚刚跳舞的时候，你表情好多。大家都说我表情很丰富。表情力。哎，你能给我们做一些不一样的表情吗？我可以学他的表情。你可以，你学谁的表情？美女的表情。我建议你给他做一个表情，他学一下好不好？假如你看到他的表情，他模仿你。跟美女放电是吧？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哦？我们这几个孩子当中啊，一哈，他长得很像郝邵文，有没有？有。而且他自己还很厉害，就是他唱歌还可以背诗。我也会唱。你也会唱歌？啊。这样，那你先唱一首好不好？好不好？好。来。男人就是累呀、啊，男人就是累，全世界都知道我赚钱很疲惫。看到你唱这首歌，台上两个男人汗颜了。徐老师，男人就是累，这首歌应该适合您这个年纪唱。没错，他们那么早就体会到了。对，你才五岁，到你。叔叔，我做不了动作啊。啊，束缚你做不了，那你不束缚你，来，你嗨歌。冒险走，就跟我一起来，没有什么挡着未来。在我不发。田老师，我已经把你给 out 掉了。阿成，你别说那句话，我们都没听见，都没听见。这个孩子将来当不了间谍。让我们冷静一下，进入他们的打分时刻。他们的天性，那种天真无畏、夸张的奇趣表演，远远超越了我们成人。但这是天生特质的东西，也是很可贵的东西。个位数是零，十位数是九，九十分。他们的这种自在、自由的这个状态多宝贵，宝贵到我们现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在另外开设一个课程。就是要释放人的天性，就是我们有一些东西被模式化了，完全都公式化了，所以要还原于像婴孩一样的这种天真，特别困难。九十分。八十五分。我彻底被他们的天真打败，我觉得太可爱了，太欢乐了，他们这次的表演，所以我给他们九十分。OK，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他们的 out 特区，看看他们到底 out 掉的会是哪位老师呢？1月12日，奇遇飞鸟，现在继续。沈佩依老师，沈老师，你们为什么 out 我呀？因为你太专业了。什么叫专业呢？就是太严厉了。你怕他是不是？我才不怕呢。天不怕地不怕，谁也不怕。好，要告诉大家，哈哈组合拿到了265分的好成绩，所以要恭喜他们，可以进入我们的威武冠军吧。我叫李秋成，来自重庆，今年63岁，我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我是2006年开始爱上这个芭蕾。当时我花了50000块钱，我把我们当时公司的那个小型会议室改成了我的练功房。以前我也跳个男人的舞，但是男人的舞都是比较僵硬，跳芭蕾
比较柔，非常非常优美，所以我爱上了她。我的女儿非常反对我，最后骂我是人妖，是这个变态。活到老，跳到老，我的青春我做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秋成，我来自重庆，今年63岁。哇！我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李叔叔拥有2家公司，然后现在身家过亿。啊！我觉得其实今天看到李叔叔这样跳舞，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热爱芭蕾舞的女孩。我小时候我第一个学的舞蹈就是芭蕾。那你刚刚其实一直到现在啊，你的姿态、你站姿都是一个很芭蕾的，我们讲芭蕾琳娜的感觉。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那刚刚你的舞蹈呢，我可以给李叔叔一点小建议，是我觉得你在天鹅出来的时候，因为你是背着走的那一段，我觉得你的手部的动作可以再更柔软一点。那我很敬佩你执着在芭蕾这样的精神，我觉得是所有爱跳舞的人都应该向你学习的，很棒。谢谢。我一直在看他的腿，你看他的站姿，他的腿型，他是受过专业的芭蕾舞训练的，并且能够反串的这么彻底，就是把我们全都就都蒙蔽了，真的，因为您的眼神，那种谢谢那种闪着秋光，哎呀，总而言之，我觉得真的美极了，美极了，真没想到。实际上，这个要说的话，我没有受到这个专业的培训，就是芭蕾这个我没有。但是，那你以前有学过舞蹈吗？以前我学过舞蹈，但是呢，都是男孩子的动作。我要真正从这里开始的话，还是2006年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当时我都已经56岁了，我才开始。我当时就是我体重也就是158斤，腰围是28.5。当时我定了一个制度，对我自己，我是说在3个月以内，我要减掉38斤。哦，对，但是这个我真的做到了。我还没到3个月的时候，我从158斤减到了118斤，真的，我不骗你们。而且我当时我练功练得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当时我的司机我的驾驶员，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配合我，因为当时我不是我这个提腿呀这些都不行嘛，我就跟他说，我说当我压下去的时候，你就用你的身躯躺在我的身上，
用你的手把我腿和人一下抱着，一二三四这样数数二十下。当时我就叫天叫妈的，我说啊，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当时我就骂他，我说小干你，你真是，我就骂他。他说，也请你原谅我。他就边跟我说，坚持吧，坚持吧，这是你给我的任务啊。我想问一下，您身边的朋友和亲人有没有反对的意见呢？有，我真的是一个男不服，就是我的女儿，她就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感觉爸爸，你什么都不缺，你为什么要去怪怪的要跳一个女孩子动作？她真的不可理解。那你怎么回答您女儿的呢？因为我跟她说，我说这是艺术，这是爸爸喜欢的艺术，我是追求艺术，寻找我的梦。我听说你跟女儿因为这件事还发生了一次很大的争执。对，因为有一次我在演出的时候，我正在化妆，我在化妆的时候，她当时冲上这个化妆厅，就把我的东西全部给我砸，我的肠子全部给我扔掉了，就在地上就跳，你跳你跳你跳个屁，你就像一个人妖，你就是变态啊！当时我心里非常非常难受，我就啪就给他打了他一耳光。我说爸爸下来的话，那就肯定是一个堂堂皇皇的爷们儿，也是一个堂堂皇皇的董事长，也是你真心可爱的爸爸。但是我在舞台上要塑造这个形象，那我就得要妩媚。要是我不妩媚的话，那真正才是你说的这句话，人妖。现在跟女儿的关系怎么样啊？现在女儿她已经都理解我了，她就说爸爸，你很棒，你只要愿意跳，你在70岁、80岁能跳，我都支持你。李叔叔，我听说好像那个你的员工也跟你一起学舞蹈，对不对？啊，对对对。刚才那一位，哎，我们欢迎这位，哦，在后面等了很久了。大家好。我认识老总的时候，我是在他们公司当保安，像我这样肥当保安很可以的。我看到我们老总跳舞，哎呀，我说老总，你是男人，你怎么跳女人的舞啊？好舞没有？会觉得很奇怪。我说腰筋儿，我骂他。哎呀，后来呀，我看到他身材这么好了。哎呀，我得下定决心要向他学习。但是您要到李叔叔那个级别，估计还得花挺长时间。您今年多大了？67。你以前喜欢舞蹈吗？喜欢跳舞吗？不喜欢。是因为李叔叔他的努力让你感动了你？感动了我。嗯，我要向他学习。好，谢谢。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李叔叔的打分时刻。作为一个男性，反串女性的体态舞蹈和舞步是极其不容易的。我特别关注刚才在舞蹈过程当中，像我们的足尖的站立，包括前踢腿，包括有一些大跳，包括你下叉，这个都是在您这个年龄的人难以实现的东西。所以90分。90分呀，首先真的是为您的精神感动，您有一个年轻人的心态，但是又有一个长者的尊严。您在芭蕾的这个舞风的追求上非常的纯正，让我感觉到了一种高雅。您的气质里面都透着一种高雅和高贵，这一点特别的好。可以说您的反串非常成功，所以我给您的分数95分。谢谢，谁要说？谢谢。通常我们觉得反串的表演很容易流于一种娱乐的形式，可是你没有，你非常严肃而且认真地看待自己的演出。我觉得这是一个站在舞台上的人对自己的一种坚持跟负责任的态度。那我给你的分数是90分。谢谢。我给你的分数是90分。谢谢。哎呀，冲过过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out 特区，看看李叔叔到底 out 掉的会是哪一位评审。之前呢，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儿见。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卫视2013优青都电三冠名播出的全民创意舞蹈竞技秀《起舞飞扬》的现场。接下来就要进入 out 特区，看看李叔叔运气如何，到底会 out 掉哪一位评审呢？
许文彪老师，您即便 out 掉我，我也很高兴。事实上我都不愿意啊，我真的是，我这个手都发抖，我不知道是该按谁，等 out 谁。但是你们都是我的老师，真的，我虚心向你们学习。没有关系，其实在这舞台上是您教育了我。您最后拿到的分数是275分，恭喜李叔叔可以进入我们的威武冠军吧。Come on, come on.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下一位选手。Amazing Day，我们来自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撒！我们这个作品呢，选材于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的锦鸡之乡，运用了一种非常诙谐幽默的方式，回归舞蹈的本真、自然和快乐。明年我们就要毕业了，希望我们依然能跳这支快乐的舞蹈。小鸡小鸡向前冲，锦鸡中的战斗机熬夜。我觉得我们应该奥特叶一切老师，因为我喜欢田亮哥哥。我觉得应该奥特沈培义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他长得比我漂亮啊。不对不对，我觉得应该奥特徐老师，因为我特别怕老师，我特别特别怕男老师，我特别特别特别的怕年长的男老师。谁是奥特曼？大分头揭晓。Amazing Day。是苗族的，他应该是云贵地区的舞蹈。这个有穿鞋。
谢谢，欢迎大家。大家好，我们来自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我们是大三的学生。这个舞蹈是你们自己编的吗？不是，是我们一个研究生姐姐编的。我们把她请上来好不好？好。各位评委老师，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是学主持的吗？我试图想改行。您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是学舞蹈专业。对，我是他们的师姐。怎么会把这么多会跳舞的女孩聚集在一起？我很喜欢编东西，然后姑娘们呢也很喜欢跳舞，大家都有一个相同的想法，完了以后就把大家张罗在一块儿，然后一起排了这个节目。这个舞蹈的选材呢是来自贵州省黔东南州的丹寨县锦鸡之乡。当时是我的导师带着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去采风，看到了博物馆里的一张照片，就是一群很漂亮的锦鸡，他们呢就穿着这样的服饰，但是他们现在的服饰呢是有一些改良过的，因为要跳舞，他们的这个毛呢会很长，一直搭到地上，大概有二三十条那么多。那幅照片呢就是一群很漂亮的锦鸡少女远远地站在山崖上，就是那种昂首翘臀的感觉。当时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的导师说冠梅，这个是一个可以做的东西，回来以后就绞尽脑汁做出了这节目。刚才有留意到，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女孩子她们的表情很到位，因为要表演那个锦鸡，对，注意的要领是什么？你可以再表演一次让我们看看吗？好棒啊。好的，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害羞？因为女孩子做这种动作，对，好丑，嫁不去怎么办？刚才这段舞蹈特别特别形象，好的结构、好的音乐以及演员的好的表现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特别光彩的一段舞蹈。谢谢老师，谢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好投入啊，就是在他们心中没有说我是配角还是谁是主角，我大概就来随便忽悠一下就过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能够打动我的。所以这一组的选手是你觉得表演上是最完整和最完美的？对对对。其实舞蹈可能你没法模仿，但是表情我不知道是这样吗？对，很到位，非常到位。像我们拉丁舞里面我们会用森巴的音乐模仿可能是致击的动作，可是没有做到这么丰富的表情，所以我觉得我刚看的时候我有一种奇异的冲突感，就是大家的肢体是美的，可是表情是逗趣的，于是在这个舞蹈编排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幽默的桥段，但是我觉得在群舞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大家的舞蹈肢体能力有一点不一样，每个人完成的幅度不一样，我觉得那个部分是可以再要求的更到位，这样子那个群舞一出来的那个整齐度会更震撼大家。谢谢老师。冠梅是一个特别会抓住动作特性的一个人，你像比如这个鸡的神态，它的动态感觉以及它的那种骄傲的那种，这只有养过鸡的人才能够知道它抓得有多生动。冠梅你知道吗？我曾经我养过13只鸡，所以我一看，我第一次看你这个作品，我觉得你真的是花了功夫了，你在生活当中你可能特别注意去观察，这就是一个好编导应该付出的劳动和代价。我很喜欢这个作品。好，谢谢老师，祝贺冠梅。谢谢老师。哇，我是去年毕业的研究生，现在呢基本上是在一个自由职业，哪里有活哪里跑的状态，一边排伴舞挣钱，就是排大伴舞挣钱，一边排自己的作品，但是只要我一个电话的时候，我这些小妹妹都说 OK 冠梅姐我们顶你，然后他们就来了。大家都有一个舞蹈梦，很简单，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的梦能够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现在呢，最后我和我的好姐妹们在一起为大家送上一小段舞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他们的打分时刻。这个就是舞蹈的魅力，舞台艺术的魅力，它赋予人们继续生活的勇气，不断地打动着我们。所以我给你们95分。既然热爱舞蹈，那么我觉得冠梅在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一个好的编舞必须要进行严格的专业的学习，然后从中找到自己想说的话，是吧？对，祝贺你。任老师的分数是10位数5、10位数9、95分。谢老师。我今天看到这支舞啊，我觉得我很肯定冠梅你的付出，然后我觉得很可贵的是你把舞蹈加入了乐观的元素在里面，所以看你跳舞，看你们大家跳舞是开心的，所以我今天的分数是各位数是5、10位数99.95分。我觉得最后一段舞蹈很有意思，我没看够，所以我特别希望将来还有机会能看到还是你们这群女孩还有这个冠梅一起跳，我特别想来看，所以我给你们的分数各位数是5、95分，也是95分。这个95分，这样的好成绩我相信是冠梅一开始想不到的，对，非常开心。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在奥特特区他们奥得到的到底会是哪一位评审呢？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卫视2013由新都念慈冠名播出的全民创意舞蹈奇趣秀起舞飞扬的现场。那么接下来要看看四位老师到底哪一位老师被 out 掉。你让我遗憾收场，遗憾的离开起舞飞扬的舞台。老师，这是有一个渊源的，让我们的大盘鸡给您解释一下。大盘鸡还有渊源的，绰号呢是吧？我的绰号其实是这样的，那个叶一茜老师，我是为了完成我们同学的一个心愿。小鹿，小鹿，小鹿，人呢？这里还有鹿啊！哎呦，还有鹿，嘿。因为他特别喜欢。田亮哥哥，对，那你想透过一切，然后跟田亮说点什么呢？我特别喜欢你，我永远支持你。这段话我会屏蔽掉的。等我看的时候，一到最后这个环节我就换台。叶倩老师，我喜欢你就行，太好了。我相信啊，这个时候如果田亮在家里看到这个环节的话，一定会特别开心。会的，会的。对啊，因为我一定会转达。这些可爱的姑娘，她们在自己的舞台上用心的去跳舞，用心的去表演。告诉大家，她们最后的分数是285分，所以恭喜她们成为今天的威武周冠军。非常感谢今天的舞蹈指导赵杰老师，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热爱舞蹈，如果你有知名的创意的话，赶快来起舞飞扬报名吧！我们的起舞热线是0731-8480-1364、8480-1365。起舞飞扬，我们下周不见不散。相信音乐，我相信他们。